三题，设 ABC 不等于零，若 AB 比 BC 等于三又二分之一比六分之七，三 CA 比上 BC 等于十分之三比零点二，则 A 比二 B 比 C 等于多少？好，这边有两两相乘的比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先知道两两的比。所以呢，在同样都有 B 的情况底下，我们可以先把 B 除掉，好，因为题目的条件我告诉我们 ABC 不等于零，所以 ABC 没有一个是零。好，同样的，后面的 CA 跟 BC 一样，我们要先把 C 除掉，先知道两两的比，再透过连比把三个的比比出来。好，这两个呢，我们就先把 B 除掉，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ABC 等于三又二分之一。好，那我们写假分数二分之七比上六分之七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化简一下，这个七可以再除掉，然后再同乘以六。会变成所谓的三比一。同样的，后面的 CA 跟 BC 呢，我们把 C 除掉，啊，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三 A 比上 B 等于，啊，这个一样了，我们还是把它变成十分之三，这个零点二呢，十分之二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是三比二。好，但是这边是三 A 比 B， 啊，得到的是三比二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A 比 B 得到的是1比2。接下来我们透过连比 A 比 C A 比 B， 我们就可以把 A 比 B 比 C 把它比出来。好， A 比 B 1比2， A 比 C 3比1。好，那我们重复知道最小公倍数是3，所以上面这个比呢要同乘以3，所以我们得到的是6，下面这个维持，所以还是1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A 比 B 比 C 呢是3比6比1，但是我们现在是要 A 比 2B 比 C， 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会等于3比12比1，所以正确答案选的是